27日，金莎晒视频回应近日状态争议。视频中她长发红唇出镜，状态不错。金莎表示，其实自己最近吃的特别少，但是一直体重减不下来。近日网上流出金莎参加某活动的视频，看起来身材发福明显。最近吃的特别少，但是一直体重减不下来，应该没这么夸张吧？状态也没这么差吧？